顺便把小宝宝去扎这个疫苗去了。嗯，这安抚奶嘴还迟呢。我们现在去一楼，电梯过来了，然后我们去三楼扎疫苗。三楼到了，好多小宝宝，直接进去打吗？哎我去，看有没有人，这个地方挤的就是孩子。这是打疫苗的大厅，哇，好多人呢，看这全是人啊，失算了。进去下一步了，录入电脑信息，好多人。到我们打疫苗了，宝宝还不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。也去没头发，既哭无语，这哭怎么样？妈的！这给我绑上我爸爸来了，绑上我爸爸。给他含上啊，安抚奶嘴。哎呀，疼啊！我绑上你，我奶嘴都不含。还有按摩？不用了，不用，宝宝宝宝不行。宝宝不，爸爸陪你，爸爸保护你。哎呀！宝宝不，宝宝不哭啊，安抚奶嘴。你忘了，你这会儿就忘了疼了。哎，掉了。哎，一会儿得扎左手了吧？嗯。哎，宝宝我啊，坚强，坚强一点。坚强一些。对呀、啊。都瞪你了，哥。哎呀，真服了你。别打了，开干，干，干，干。宝贝不哭，宝贝不哭啊！爸爸保护你，爸爸保护你。不哭啊！不哭，小子一哭多可怜。不哭。安抚不了了，现在。刚安抚好情绪，第二波又要来了。不要怕，每个人都是这么打疫苗过来的，你要懂。按着啊，得二二了。按住！这针好疼，打了好久。这是卡介苗。这要在这观察一会儿去了。